哇，好夸张。无趣的世界，做个有趣的灵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金的 channel。 位于广东台山市海燕镇北边的罗宁村，这里有一个相传了几百年的传统习俗，每年的农历二月举行神明巡游活动。个门口都有好虔诚咁样嚟整啲贡品啊！炮走啊！
因為姑姑個房仔人嘅責任啦。好夸张！
啲炮仗好多，我突然驚。再来，哇！
Thank you.
个叫牛郎织女啊，卓贤嘅。有舞狮舞龙啲仪仗，哦啲仪仗唔可以太高喺度。嗰条咧就系都系男嘅举头嘅喎。哦，呢有一条龙喎。住香喺龙下边行过啊！我揸住香喺龙下边行过啊！即系有即系求福系嘛？呢只龙我哋边咩解？我知嘅系嘛？难得冇错，系难得冇错冇错，难得难得。哇，都幾長下喎嚇！係啊，好長啊！啊，我架煲落嚟啦，有啲高價啊！
呢個南芬村。怕被人捏殺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好高
端過去啊！哦，我哋都捐下咯，我哋都捐下咯。捐啊！哦，上香喺度上香，Thank you.
燒豬。又嚟串大炮仗啊！有大炮仗啊！哎呀！哇！走！走！又嚟！又嚟啊！哎！个个惊咗。烧炮仗啦！烧炮仗啦！快嚟烧炮仗！好多啊，龙啊，队！
Thank you.
今日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个视频老金同你不见不散。